大家有没有想过，一个港口未来会长什么样？是货船穿梭、机器轰鸣，还是冷清无声却高效运转？今天我要与你们分享一个令人惊叹的地方——新加坡的大士超级港口。这座港口被誉为全球首个零排放幽灵码头，没有司机，几乎没有工人，但它一年可以处理六千五百万标准箱，是目前新加坡港口吞吐能力的两倍。这是怎样的存在？不仅如此，它完全零排放，从建设到运营，每一个环节都是绿色环保、科技效率、环保三者兼具。 它书写了未来现代港口的新标准。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座港口是如何悄悄改变全球航运的规则。它的无人化究竟如何实现？为什么可以称为“幽灵码头”？还有它如何引领绿色变革与人才转型，塑造出一个更美好的未来？准备好了吗？我们接着往下看。第一章：解开幽灵码头的科技密码。大市港之所以能够高效运转，完全依赖其背后强大的技术支持。自动导向车 F 是这里最忙碌的员工。 这些全电动机器不仅实现了零直接排放，还能通过智能车队管理系统实时优化路线，在最短时间内完成货物运输任务。不仅如此，港口的运行还有赖于自动化轨道式龙门吊的协同工作。这些设备以高精度搬运每一个集装箱，确保整个操作安全流畅。另外，港口的核心技术码头运营系统 TOS。 被称为港口的最强大脑，它能实时动态分析各类数据，利用人工智能优化设备与其装箱路径，使每一个任务都以最高效率完成。数字孪生技术更为大市港的运营赋予了未来视野。这一技术由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 （MPA） 与多个政府机构联合开发，可以在虚拟空间中全动态模拟港口的运营状况，预演所有作业并进行实时优化。这一技术为港口提升安全性和整体效率创造了新的可能。 而大士港也成为全球试验数字孪生技术的先锋。第二章：绿色港口。新加坡的环保野望，在全球港口普遍排放大量污染气体的背景下，新加坡大士港实现了巨大的跨越。它不仅是一个高效的现代港口，更是全世界第一座实现了零排放运营的港口。比如，港口采用了智能电网技术，利用可再生能源，完全摆脱传统化石燃料。附近的玉兰港还拥有新加坡最大的太阳能设施。 它的产能峰值达到了九点六五兆瓦，提供了港口日常运营所需的主要电力。绿色变革并不止步于港口本身，新加坡还牵头推动船运行业的燃料革命。去年，玉兰海事实验室率先试航了一批使用甲醇燃料的货轮，减少了超过百分之四十的污染排放。今年，更进一步推动了使用氨燃料船舶的试验。这不仅是技术创新，更是在为全球甲醇和氨燃料加注标准树立规则。 新加坡还计划在未来几年内扩大绿色船舶的比例，使整个航运生态变得更加可持续。这个过程不仅改变了船舶的能源系统，更改变了国际航运市场的竞争规则。听到了这里，是不是觉得更加不可思议？而大市港的创新还带来了一个更重要的难题：机器大量取代人工后，传统港口工人的未来在哪里？别担心，这其实是另一个巨大的机遇。第三章：人才转型与机遇，谁在守护幽灵码头？有一句话说得好。 技术创新不会减少就业，而是重塑就业。大视港最精彩的一部分，恰恰是它颠覆了传统的港口岗位，创造了无数充满机会的新职业。比如，过去传统的港口工人在码头靠体力劳动，而现在大视港需要的是懂数据、会编程的技术人才。他们精通 AI 机器管理，还负责维护庞大的信息系统。新加坡港务集团计划到2025年新增2500个岗位，涵盖数据分析、AI 开发、网络安全等多个领域。 同时，政府推出了针对港口人才的海事培训奖通的从零开始培养相关技能，每月津贴高达两千两百新元，这为年轻人提供了巨大的职业发展机会。大士港还将会新增三百名专职网络安全专家，从而保护港口的数据和设施，避免可能的技术威胁。可以说，未来的港口不仅高效环保，还必须非常安全，这需要技术背后人才不断突破。 我们从这座港口看到了科技与人才结合的奇迹，也看到了新加坡正在如何一步步兑现国家战略，为全球行业设定更高的行业标准。第四章：新加坡的心脏，每个人的未来。大市港不仅是一项世界级的港口工程，也承载着新加坡的国家战略愿景。在这个港口之中，我们可以看到未来全球供应链的雏形。大市港不仅保障了新加坡的贸易枢纽地位，同时以创新、环保和智能化，巩固了其在全球航运体系中的领导力。 数据显示，二零二五年一月至四月，新加坡港口的货柜运输量相比去年同期增长了百分之六点一。大市港的建成不仅为新加坡打造了基建新心脏，也为这个国家带来了稳固的经济增长，提升了每个新加坡人生活的稳定性。这座港口与每个人息息相关，从绿色能源的推动到商品供应链的稳定，从生态效益的提升到经济繁荣的传递，这里的改变正潜一默化地影响着每一个家庭。而它的核心意，正如其自身呐喊的口号：一座港口，一个未来。 大市港是新加坡为世界航运业送上的蓝图，也是新加坡下一代迈向全球的机遇。新加坡的未来由这里连接全球。你觉得这样的幽灵码头会不会成为未来港口的主要形态呢？它的无人化和零排放模式会彻底改变国际航运吗？如果你觉得今天这个故事很有启发，别忘了点个赞，订阅我们频道，也欢迎在评论区和我们聊聊你的观点。我们下期内容会带来更精彩的新加坡科技与未来趋势，记得一定要关注哦。